Google 直播通知手机用户在左上角哦。然后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哈哈，悠悠，你在笑什么呢？行吧，第一个舞蹈给大家带来个，大家想看什么舞蹈啊？我刚才，大家有没有想看什么舞蹈的？哎呀，莫哥哥，终于到凡凡了，你想我了吗？来，宝宝们，想看什么舞蹈的，在公屏上扣个赞，好不好？快点的，快点的，摩托，开火车，开火车不行啊，开火车回家看，开火车只能回家看了。对，谢谢宝宝夸我漂亮，那给大家带来摩托摇，好不好？看猫啊，那你们还不如看胸呢。摩托行吗？摩托可以啊。行，想看加特林的，想看开火车的，就点个关注，咱们回家看好不好？现在这里不能看。所以只能给大家带来摩托摇了，那就先给大家来一个摩托摇吧，记得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啦。你们不点关注的话，你们会后悔的。请开始我的表演，哥，你这都串哒哒的，笑得我不要不要的。宝宝们，点关注啦，点关注不迷路，给你们带来摩托摇，好吧？点关注了，电脑用户在右下角勾一下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在左上角，然后还有两支舞蹈的时间，两支舞蹈时间，宝宝们点点就凡的关注，然后跳一段什么？谢谢宝宝夸奖，感谢哥哥送来的牵手，谢谢刚才哥哥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宝宝们记得点关注。
摩托，我刚不是跳了摩托了吗？跳六神啊！好的，加特林回家看，加特林只能回家看了。要给大家来一段六神吧，给大家跳一段六神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对，加特林只能回家看，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点关注啦。然后，昨天领红包的宝宝们还有没有在的？有在的话，记得拉拉关注啦。对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给大家带来六神。ミキトチカコン。让大家喜欢。OK，第二支舞蹈跳完了，还有最后一支舞蹈的时间，希望宝宝们点关注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咱们电脑用户在右下角勾一下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在左上角头像旁边那个，然后有个小圈圈。欢迎七月姐姐。哦，对，这不是我的直播间，忘了。摩托摇第一个跳过了，想看的话那就等15分钟以后吧。欢迎我们家是哥哥，你们都讨厌我直播的时候都不来，我过来轮麦了，你们都追过来干嘛呀？是不是想挨揍啊？好，最后还有一支舞蹈的时间，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支舞蹈。然后没有
没有没有点关注，宝宝们点点关注啦，点了关注，咱们回家看哦。晚上9点直播，宝宝们记得点关注。刚睡醒啊？好吧，原谅你啦，谁让你那么早就睡啦？然后我又熬了一晚上，宝宝们喜欢的赶紧点关注了，把咱们一麦二麦的关注都点一点。直播间我进不去，那个哥，你刚才跑错了，那个不是我的直播间，肯定是我刚才在彩排。我的直播间可以进去，对，彩排的时候是可以那什么的，彩排的时候是有密码的，所以你们进不来，那是官方频道。那个我的直播间能进得去啊，哥哥你淡定，你不那什么，咱们一会儿聊啊，还有4分钟的时间，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支舞蹈。对，我成仙了，我每天晚上不睡觉，然后白天熬到12点。行了，最后一支舞蹈时间跳完跟大家再聊，15分钟以后见。这档完了之后休息15分钟，然后下一个15分钟跟大家见。粉底好浓啊，宝宝，我可以卸了妆给你看，我根本就没有涂粉底，我是本来就白。啊，最后第二支最后一支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宝宝们记得点关注啦！点关注了，15分钟以后再见哦。我还有一个档，宝宝们记得点关注不迷路哦。